卖力的把它唱完了。事实上，我是干嘛啦？因为我今天就是有点感冒，然后不是今天，是昨天就感冒。对，就是昨天，然后我才发现啊，糟糕完蛋，今天要表演，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，然后看医生的时候，我还跟医生讲说，给我那种药效是没有副作用的药，他说医生说那种药就没有效。然后早上第一件起来是先检查自己有没有声音，所以我早上第一件起来是先唱歌，然后很像白痴。那你唱什么歌？啊，你唱什么歌？我唱《改变世界》。对，乱唱，然后就是让自己有点声音这样子，然后猛灌水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唱完，现在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是吃中午，耶、yeah!。白衬衫很糟糕吧？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好了，哦，好热哦，人家戴眼镜，刚眼镜都滑下来，那就把它脱掉。好啦，靠，要突然这么爆讲什么？好了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带来第三首歌。哎，刚刚的歌你写，你要讲一下什么东西啊？还是不用？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单亲家庭的，对，就是都你们知道的。好了，我们其他首不太会说话。你的排球鞋在抖。